时尚网红茉莉16号出席韩国时尚秀，同框女神 IU 和 New Jeans Honey 等超大咖明星。不过茉莉却在官方释出的影片中被网友抓包，她紧抓女神的手，让对方超尴尬。可以看出 IU 被拉住手后紧张的看向保镖，疑似求助，不断向前走，显得被拉住的手好别扭。最后是保镖上前隔开茉莉的手才结束。从另一个视角也发现，茉莉是一路跟在 IU 身后，找到时机上前搭话。一系列行为让网友战翻，怒批没有礼貌，根本就是私生行为。官方删除影片重新上架后，也被质疑为什么原本小手拉大手的版本删掉呀？是心虚吗？而同场活动，茉莉合体 New Jeans Honey， 两人一起拍照拥抱的画面也让大家看了超尴尬。她还在 IG 限动打下，墨宝可以先去支持这篇了，明天来看更多我搜集到谁，让不少人表示这种搜集明星的行为看了超不舒服。另外在4月的一场时尚秀上，她也 PO 出和 Stray Kids Felix 的合照，配字却是我完成了你们要看的。更有人翻出男神丁海寅来台湾的影片，发现茉莉在一旁用手指轻碰丁海寅，疑似叫了声欧巴。也有人表示他先前同框车银优、美国歌手蜜桃帽朵佳和 New Jeans 黑影的画面，不仅不礼貌，还像在搜集宝可梦，真的丢脸丢到国外了。